还是我有递三星建议的，三星建议的，跑到我们家来说，哦，你那有反正建立了肝呢，建立肝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刚开始不知道说这一块土地是谁的，那也是荒废了数十年。推气全部都是用推的，用上的，哈、哦，我你听看这哈，屁股都有进步一些，哈、哦、哈。日本时代我们都用迷宫，用迷宫用上，大概要推到那里，大概要5公里，用迷宫来推5公里，哈、哦，用推的。像你们现在走的路就是飞机路，福林基点咯，飞机路，哦，飞机走的路，哈、哦，都是民工，哦，啊，民工他大概都是征召的，然后他日本人用高压统治就争取民工用推飞机，工刚一都改了发点的会修，哈、哦，会修，哈、哦，意思说这台飞机会推出去马上就被烧掉的意思。哦，他们延伸了退休哈、哦，他用这个用个有一个内幕哈，有一个内幕，他大概有这么厚的墙，用人推的哈，也看我内幕用推的哈、哦，两边的推的哈，整理出来哈、哦，大概大家哈、哦，那个同学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、哦，有整理的大概就是我们有14个七宝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我们四颜色就有两个，我们大概有整理的。还有盐山七宝，其他的大概都是荒废，以前都是被那个人家侵占的啦，哈，被人家大概都是这样的比较多，哈，就是宜兰的南北机场大概有14座，我们侵占的怎么办？侵占的话就是要应该是会啦，应该是会要回来。现在比较民主时代，我们是还有一些社区没有整理的话，就没办法推回来，就是。美金哦，大概骗了8个月之久哈、哦，他们就坐竹飞机，把那个高年级的学生，就现在的初中生哈、哦，一二年级找来哈、哦，专门做竹椅的、做头的，啊、上面用竹叶子把它盖起来，欺骗他们啊，大概都是推到比较远远的地方来摆放哈、哦，啊，以前的也没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卫星定位啦，什么大概都是用目视看谁。没什么用，投炸弹大概都是用目视的比较多，要是在大战前期大概没什么科学仪器，听他们祈祷这里没什么科学仪器、哎、有一组人就护着哈、哦、专门要点火，美军跑掉的时候要点火哈、哦、就是哎因天炸火欧北天欧北丢哈、哦、啊就是负责点火把主飞机大概今天要损失10台20台这样子哦，负责驱离哦，以前是没什么那个这样子哈、哦，就是他们这个叫日本学生来做，好、哦、学生来做，有的人就是这一班就做这个螺旋桨，好、哦，他这一班就做竹椅这样子，好、哦、都在学校做，好、哦、每天就做了很多哈、哦，啊，我们说我们就是用推的，以前的飞机就是用推的哈、哦，用推人工来推，后来就是用牛，后来才有改进牛哈、哦，他们第一代做的头一台哈。哦他们做的头一台是怎样来做的哦？做的我们试验的产业的哈、哦，刚开始要做一个试啊，再来就是造飞机哈、哦，我们这个怎样来造飞机哈、哦？造这一台飞机很贵，大概要花了10几万、20万哦，是人工贵哦，人工贵，我们要跟他用插榫的哈，用插榫的哈，还用绑的麻竹绳绑哦。材料钱是没多少，大概顶多那些材料钱可能顶多4、5万块，但是那个人工费要10几万，南钢啊，一天要2000块的话，一天大概要5、6个人要，最起码都要绑了10几天，要做起来哈。哦